下一首歌。不。
是没有办法上横标公路，因为我们的歌真的太长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横标公路留到11月29号在冷沃。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在这边跟我们买票，我们有带票可以跟我们面交，或者是上冷沃的网站去点选，比较没有压力又可以害羞的。对，然后欢迎下一团马克白，谢谢。